在开车的时候，最烦人的事情应该就是遇到三宝了吧？尤其当你的前方出现了两光车，这也让人不得不认同所谓的路怒症啊。大家好，我是狗哥，欢迎回到狗狗频道。今天我们就来看这只凶狠阿柴的故事。日本网友这天开车要出去办事的时候，而就在等红灯的时候，遇到了滑手机的驾驶。见对方迟迟不走，网友也只好轻按喇叭来提醒。结果接下来却被车上的副驾驶给吓坏了。从画面中可以看到，当时前车被扒了之后，从副驾驶的窗户立刻探出了一个柴犬脑袋。狗狗一脸凶狠，似乎对喇叭是非常的不满。它还伸出了强壮的手臂，就好像是在问安爪想打架吗？网友也立刻拍下了这一幕，放到网上，并表示前方的乘客似乎是不太好惹啊。只能说啊，不止在台湾不要乱按喇叭，就连在日本也要小心不满的猫猫驾驶啊。那么我是狗哥，我们明天见哦。